嫁给我。你答应嫁给他吗？那你要说。好的，今天罗志祥呢要帮这个粉丝朋友们达成一个未完的承诺， 对， 对不对？今天很紧张，然后带我妈妈来要去提亲，这样已经哇，怎么这么齐名来帮我撞的？怎么会这样子？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大独家，哎，罗志祥要提亲了。是你妈妈是吧？哎呀，误会误会，你不要逗人家妈妈，你看妈妈脸都红了啦，好，应该是第一次提亲哈。这第一次，我先问清，我帮文慈问清楚嘛。第三次了，同一个人。妈妈也习惯，不要这样，心情怎么样现在？然后旁边又有一个巨星能够这样帮我完成这样一个承诺，然后就觉得还是很紧张，对，很紧张。然后现在就是，我来问妈妈，不好意思，我问一个比较直接的问题，是啊，如果失败怎么办？你会有你出马，啊，绝对成功。真的，我的马上不是，如果今天，因为我等你，真的很期望，真的很想，真的，因为今天妈妈都来了，对，对不对？而且小猪也都来了，是。但是我们不是给对方的压力，没错，我们一直强调的。我今天我带妈妈来，对，不是给他们压力，是。我希望她能够答应我们这件婚事，对。而且她如果不答应，我们不离开，好不好？不离开，对。她如果对呀，提亲不成功，我们今天就住在这边了，好不好？全部叫歌迷来找我，没错。潘爸爸跟潘妈妈哈，是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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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哇，跟他在一起两年多了，放开那女孩，为什么啊？对，来站阿姨这边，站阿姨这边，我保护你哈，保护你哈，不好意思啦，对，当自己家啦哈，好好好，当自己家，对对对，真的当自己家，两个圆的礼盒，然后来代表这件事情能够圆圆满满的结束，这样。我今天是因为我的朋友，他是我的朋友，然后我知道他们两个在一起一段时间，然后两个感情是非常好。然后他告诉我这件事情之后呢，我就特地从吉隆坡LA回到台北，虽然有点夸张哈，有点夸张，因为他这件重大的事情，我一定要来帮忙一下，但是不是给压力。对不对？我今天是来，就是感受一下家庭的温暖。没有，这真的是诚意问题，真的是诚意问题，就是跟文慈在一起，然后呢，我自己也有准备一些东西，就是我的存折跟我的印章，就是未来的经济大权都会交给文慈，然后我们会一起共同努力，然后努力建造一个属于真正自己的家。愿意接受你们亲自的话，希望就是通过通话，就是你们能够在这边唱。我知道说罗志祥先生很孝顺，然后成为亚洲的天王了，真的是很不容易的。所以我希望我们的这个宇宙出行的话，要做人仔细的。谢谢爸爸，我好好对待他了。讲我，讲我，希望能跟那个罗志祥先生学习学习。谢谢谢谢。喝了就代表同意喽。我可是我去的，我想喝耶。欢迎陶子陈怡。第一次这么亲眼哦，直接这样直击这样的，然后对方的家，然后看到这样一个画面，非常的感动。这里也没有什么礼物要送你，然后也是希望就是两夫妻双双对对，万年富贵。我爸比较厉害，就我比较不在行，好不好？那我就帮他烫手。对啊，还好，好，这送给你，谢谢你，好不好？希望你可以，
做伴。